这样，我们台湾的电视台现在被公认为非绿的，也就是蓝台，就是本台嘛，对不对？我其他转来转去，没有一家是不是绿的。那我请问你，你去过大陆吗？最近？那还有，我听说在大陆，在节目里头言论最受欢迎的就是阿良哥。哦，那阿良哥你也没有去啊？没有去大陆，我都没有去啊，你也没有拿到钱啊？没有。当然，那你为什么你的言论这么受大陆人民的欢迎？因为公正啊。哎，对。